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set。对，现在呢，我又回来了。那集就是前一集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完全都是废弃的一个小镇，一个打麻将。然后今天呢，一样呢，我们会继续可能挑一两间这样来探险这样啦。然后现在一样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也是一样晚上的时间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继续探险吧 ，Let's go。因为这几天呢都是清明节，所以进来之前呢，我都有带一些就是一些纸钱啊，一些香，就是想说献给这边的好兄弟什么之类的啦。对。然后现在呢，就先拜拜一下，然后拜拜完了就进去探险了。对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在这边拜拜了一些东西给这边的好兄弟，然后现在呢就开始探险吧，就这样。还是一样，会找两间的废弃的屋子来探险。然后已经去过的话呢，那几间就不进去了。这间呢就是上一集那个去过了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四脚蛇在里面的，然后所以今天就不去探险了。大家在看了哪一间比较特别的？今天会感觉上比昨天还要安静一点点呢，不懂为什么，是心理作用吗？就选这间进去看看吧。感觉外面东西好像比较多，看这里有杀过东西的，可是好像是木炭什么之类的，去看看一下，它东西也比较多哎，可是奇怪是还是一条走道了。继续 ，Let's go。这好像幻听说外面有东西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还以为是什么昆虫之类的。可是这间感觉好像比较空哎，这什么来的？哦，枯叶，打扫过的。而这间还是一样，有一个桌子，两个桌子，一个椅子。意想不到哎，还有床架，真意想不到。这冲凉房蛮可怕的。里面没有东西。之前好像进来啊，感觉蛮阴森的。现在真的是蛮阴森的，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来放电视机的，这边 OK 风扇出去吧。这个地方呢就是上一集去的那个路口，给后面看看一下，我感觉那边有灯了，是幻觉来吗？还是刚才烧个蜡烛，可是很亮哎，很亮一下，应该是我刚才烧个蜡烛吧。OK，
不瞒你说啦，今天呢会比较气氛比较不同一点，就是不懂为什么现在已经冒了全身的冷汗了，不懂大家看到吗？超恐怖的，今天不懂为什么今天的气氛呢跟昨天的气氛呢是完全不同的，就感觉后面好像有人看着我这样。 Fuck，漂亮啊，这地方又跟昨天那个地方不一样了，虽然是有点一样啦，可是又有点不一样啦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格局好像有点类似，对，类似的，一模一样的。感觉格式。哇，这里还有冰箱哎。冰箱里面有什么？空的，好像是空的。哇，还有床哎，干！水之间呢，肯定是有流浪汉来过的，去过去看看一下。不懂为什么觉得今天特别的安静哎，是我错觉吗？不懂为什么今天会一直冒冷汗哎。
道吗？约德在闪。OK， 我用侧脸的时候有看到，这样看都看不到啊。OK， 上鸟。今天的状态真的不是太好，对不起。现在呢，我终于回到了车上了。我先跟你们讲怎么回事吧。我不懂是心里的幻觉还是怎样。刚我进一班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感觉后面好像一组人在跟着我这样。然后大概这样的眼神看的话，一直看一个白色这样一直在跟着我。我希望是观众还看到了什么啊？可是我不懂看不看得到啊。然后走到越前面的时候呢，我本来想很想去前面的，可是就不懂为什么这一集的氛围呢，跟上一集的氛围呢是完全不同的。对，我坦白的说，我没有开玩笑。然后就走到院里面的时候呢，就感觉很想吐，就是有一种力量好像不给我进去这样。然后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就走出来了。可能今天是心情还是什么不是很好了，然后就暂时先这样，对不起啦。然后能的话，下一集再补回，就这样吧。如果大家看到什么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 comment 啦。所以这集影片呢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那就订阅、赞、分享、加那小铃铛。如果不喜欢的话呢，那就想骂人吧。OK， 就这样，拜。